就睡着了。上厨取出了他的一根肉，又用肉补满了圆柱，然后上厨天主用那游人身上所取的肉造了一个女人，领她到人面前，人就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她将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与他的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答上咏。人
不可再三。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请坐。新郎啊，新娘啊，双方的家长啊，张神父啊，秀女，各位来宾，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这样一个喜乐的日子，在这个喜乐的日子当中，因为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一对年轻人，他们要在我们面前献了一个婚约，也是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虽然献约的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是他们两位，可是这是我们真的一个含蓄，我们真的一个无分多啊，这两个家庭的也一个喜乐，也是我们这个都难含蓄的一个喜乐，一个大事，因为这是我们每个我们的人的生活当中需要一个彼此的联合，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分担一些高兴，一些喜，也一些忧。所以我们这两位啊，这两位年轻人在这里，虽然是他们结婚，可是是我们每个人的大事，使我们在这里为他们分享他们的喜乐，同时在这里我们也希望他们这对年轻人今天在我们面前所签的一个婚约，所开始彼此的接受的一个发愿的，希望他们也能够一辈子得到幸福。同时我们借着天主教的弥撒圣机，一个祈祷的方式，我们庆祝他们，因为我们的知道人的生命啊，虽然我们每个人天主所给我们的智慧，天主所给我们的才能，可是我们也知道将来会发生的是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有一位天主是在掌管一切，在照顾一切，在愿意办法一切，所以我们愿意借着弥撒圣机，我们借着教会的天主教的那个仪式，祈祷的仪式，我们祈求天主，人是给天主赐给我们这两位年轻人，他们满满的得到满满的幸福。
同时在建筑排前和教会及现有面前举行宣誓。我吴俊华愿遵照教会的规定，接受你郭校长作为我合法的妻子。从今以后，男性无论是否失败，是不会是主见，是健康是疾病，是成功是失败，我要支持你，爱护你，与你同甘共苦，携手奉献美满家庭，一直到我离世的那一天。我现在向天主宣誓，向你保证，我要为你忠诚侍奉，从对你忠实。凡事包容，凡事相